干什么呀，宝贝啊？让我的袜子不见了，用光脚，我光脚好磕碜呐。啊，光脚好磕碜呐，袜子不见了。啊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哎呀，你这袜子都让你穿丢了，宝贝啊，来，别生气了。爸爸给你做一双袜子，你看好不好？会吗？当然会的，你看看。能做成了吗？正好爸爸刚才买了两个气球，心玩呢，正好爸给你做袜子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啥色的？橘色。啊，爸给你做一个橘色的袜子。花的。啊。爸爸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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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爸爸把气球吹大大的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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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动，宝贝，来，给脚放上，爸爸给你做一双小袜子。妈，这变成海豹了。好，别动。变海豹了。哎哎。哎，这个完事儿了，爸爸再给你再做这个啊。这好像是这个什么颜色，知道吗？蓝色。哎，对了，爸爸把蓝色的气球。怎么感觉像手机壳呢？加油，加油，热恋，加油，热恋，加油！别动，宝贝，别动，哎，别动啊！这个脚再放上。哎，哎，变海豹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也成功了，看看这双小袜子漂不漂亮？